中心。到了。好哎，你们好啊。你好，兔小姐。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太好了，拿来吧。兔小姐在干什么？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。哇，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？绿色的。没错。易拉罐放进蓝色的。说得对，佩奇。乔治想自己放报纸。好吧，乔治，你来放这些报纸。好了，今天回收这些就够了。是啊，我们回家吧。哦，我们的车子去哪儿了？佩奇家的车子不见了。好退。兔小姐回收了佩奇家的车子。等等，那是我们的车子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是的。是的，我们的车既不旧也没有生锈。我真是的，我太喜欢回收了。是啊，我们也是，但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小车。是的，我们的小车也喜欢我们，是不是啊？